片的，我觉得差不多。以前觉得咱们这边，我放心。去不去？
担心最怕的就是挫折，夜夜闹钟唱喜悦哭不出了，是否该值得甘愿和你而输的我尽力在表演，相信感觉不离的嘉宾仍然挑食，如果还能感受我有爱你的那面，请剪掉那些细节，让我看上去体面。可你曾经那么爱我，不在意的样子是我最后的表演。如果世界有烂赞美，围绕着我的卑微，也许能相对。其实我并不在意，因为放纵我心里的不可思议。